马国明呢日出席活动，睇到白色强人嘅开放式结局，令到观众都觉得系为拍续集铺路。马明就话佢都唔知道。这个我真的不知道，要看我们的 producer， 还有编剧他们怎么写，他们想怎么去再写这个剧本吧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空间去写，所以我不敢说。他没有跟我说，当时没有跟我说，但是现在观众的反应那么好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改变这个想法，我不知道啊。如果他们真的去拍，我当然不介意吧。对。咁有传你嘅朋友黄心颖准备转战金融界，你又知唔知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你去问他吧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不说了这个问题啊，对啊。